糟糕糟糕！Oh my god！的魔法怎么失灵了？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奇怪？苏密马森，我老公有三蹦子综合症，说话必须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。那他能朗诵古诗吗？抽刀断，水水更，流流流。自动补齐就算了，咱非得这么骚气吗，老公？君君呐、啊，讨厌啦！别这样子说人家，这是老公还是公公？这又是谁呢？吓我一跳呀！这是我公公，他有五蹦子综合症，一说话就想跳舞。你是怎么凑齐这两个卧龙凤雏的？不如跳舞，找老板不如跳舞，让小老太太折服，这就是我的天赋。哦，哎呀爹，你来啦 ！Welcome， 么么哒！我的好大儿，咱俩要不要合作一首？必须的，这则必。三三白，甜甜圈，珍珠奶茶方便，火锅鸡大米线，这一桌多少钱？哦。